古代的皇帝出巡总是少不了庞大的阵仗，如果在访查中看到什么喜欢的地方，未来就很有可能成为名胜古迹。好比木渎镇的御码头是乾隆御舟的靠岸处，石头上的字迹还是乾隆亲自题字，而这里主要是由一个巨石和凉亭组成。皇帝每回来到这，总喜欢畅游湘西，饮酒吟诗，与他的好友茶棋相娱，也替木渎编织了许多传奇的佳话。位于码头的附近是严家花园，早期是苏州大名士的寓所，游历完岸边后，大部分的观光客也都会顺游此地，体验一下与皇帝共游木渎的氛围。